表演的时候，底下有个大老板，他要投这个演唱会1000万。1500万？好的，无你的菜。现在节操呢？他这样子拽拽，可他本人其实是一个超可爱小女生，你看他笑起来那个样子。但你是不是一个会说不的人？我现在会直接讲。比方说，一农可不可以啊？礼拜六一起去吃个饭。我就会说，我这礼拜六有点想待在家。如果说一农可不可以，你下次表演的时候，底下有个大老板，现一唱一首歌，特别给他。嗯。他要投这个演唱会1000万。1500万。好的，无你的唱，无你是马上。OK。很需要。天哪，节操呢？但我可能会努力的想要去沟通，中间委婉的再找到自己的空间。对对对对。Never say no to money, OK? 你刚刚讲到人家说委婉的 Yeah, I can do this, but can you allow me to make some changes? 然后刚刚你说我礼拜六比较想要待在家里。我觉得你可以讲的说 I need some me time.Some me time. 我喜欢这句话，直接讲 Saturday is me time. Shut up 那种感觉。所以讲一下接下来的一些8月6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演唱会，对，是我第一次做这么大规模，应该是6月就会开始卖票，然后希望可以做出一个大家没有想象过郑怡农会有的样子的演出。谢谢。采访这家一对一问与家将。Amazing Chocolate